凤梨会不会太少？不会，因为我不是被你们吃，还敢问？我们要，尤其是你，我们要发问问题。来，今天的关庙哪三宝啊？一样是凤梨、竹笋以及我们的荞麦面。水果露菜，菜名叫什么？椒麻凤梨干拌面。我要做一个椒麻酱，然后用凤梨的果肉下去，带它的甜味、鲜味出来，好就不会那么的刺辣。有凤梨香气的椒麻酱，哎呦好！你帮我炼个花椒油。来喽，你把这么艰难的工作交给他。这个是里面这个灵魂呐、啊，啊，如果这个花椒油没有炼好的话，整个味道就走中去了。对，走中。对对对，非常重要，所以非常重要。对，尽量不要打扰我。再说一遍，欢迎打扰我，欢迎打我，这倒没有，知道吗？欢迎打扁我，怎么样？你知道什么？这个一小块，完全不刮嘴之外，我想甜到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。要吃看看吗？可以吗？那个，但是没有我甜，对啊，可以吗？这个等一下会用到吗，宝宝师傅？会。这个会用到，不用吃太多，加小块。对啊，啊，你都切很大块。没关系，我刚吃有加黄连了，可以。对，哦，这甜到好像凤梨罐头了，对不对？那甜到呛到，你看。对啊，我们这边要烫个面，稍微拌一下。哦，这个今天弄的香气不错耶。嗯，帮我炒洋葱。宝宝，师傅，你的面要烫多久？热大概六分钟左右，然后凤梨我们也把它稍微炒一下。凤梨会不会太少？不会，因为我不是被你们吃，还敢问？我们要，尤其是你，我们要发问问题。刚刚有吃哎，我一小很小块，刚切的时候给我切的好小，早知道吃大块的，算你两匙。啊，辣油哇。好，来一点糖。欸，这个很甜哦。哦，这个很甜，对不对？对，蛮甜。我加一点点就好。后面再试啊，不够再后面再加。但是没有我甜，没有你甜，没有他的尿甜。我生病了。我切的，帮我倒进来。小心哦。冷静，你冷静点。宝宝师傅，那你手上拿那个什么？这个是花生酱。啊，变成麻酱吗？对，它有带颗粒那种。哦。哎。这个有一点椒麻的麻酱，是啊。后面有试吃？有试吃吗？哇，太好了！那你要注意一下你的面熟度啊。换隔壁了吗？没有回来。不要这样子。